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的名是 Dr. Lee 李博士，我来自槟城大三角，现在呢我是住在柔佛州基銮。欢迎大家来我的 Dr. Lee's Method 这个课程第二回合。现在我是跟你温习了，复习了。为什么？因为当初我有答应过这一本书都很多人买，那我答应过你买这本书，我会在 YouTube channel 每一个题目我都会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课，每一题我都会跟大家一起，我都会教这一课，每一课。那这个38天的挑战就结束了，从中我大概是超过50个 videos， 虽然是38个，因为有很多 videos， 有很多课我都花了两三个 video， 五个 video 甚至来完成。那每一题在这本书我都已经有教，就是在现在之前的那个38课，这个38天的挑战，38天是因为有38课。那你接受这个挑战的话，你每一天完成一个，38天就结束了，都做完了。那这个38课完了以后，我就休息了几个礼拜，我停了，其实不是讲休息了，我就停了几个星期，因为我要给那些买者，买这本书的人时间给他完成，那是第一，因为其中都是很多工作人士，也没有时间，多余的时间来接受这个挑战，每天都做一课，都很多，我都明白。有一些也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所以就是抽一点时间，抽一点时间，所以我才给一个 gap， 一个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然后也要给时间那些买书的人，在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我们说卡住，就是不知道要怎样继续了，不大明白，所以我还是要给他们时间，就是看我的 video， 看了再看，复习再复习，然后肯定了才做那个练习，这样子，所以就停了几个星期。那今天我回来了， I'm back， 都已经是上个星期我就已经是开始，那我在想我要怎样做，那我就想好了。像我跟你讲，你真正跟我讲你会 grammar， 你就是真的会这个38不同的 grammar 的部分 tenses 里面的这种练习 negative positive sentences 等等，38个不同的那种语法。那我现在呢要做的就是我跟大家复习，所以我才写在这里呢 revision 跟你复习。但是呢我虽然复习的是里面的38课，像我曾经讲过，就算你到 level 6 或者 level 7， 你也不会学超过50个不同的语法，而这本书已经有38最基本的，所以 level 2 你也是会学这个38，可能加多一两个， level 3 也是要学这个38，再加多几个，这样子一直到 level 6 也不会超过50个。所以我就在想呢，我现在的未来的这个 video 我就会这样子做，我就上回这个38堂课，但是我出的题目在白板是跟这本书的题目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
所以说这些是我重新出过的题目。然后呢，我再加一个比较挑战性，就是给你功课。所以这边是功课，这里是功课。所以给了功课之后呢，在下一个 video 呢，我就跟你讨论功课先，让你知道你对还是错，然后为什么对，为什么错，我再跟你订正的时候，改正的时候，我就解释给你听。所以我感觉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比较 interesting 这样子。 OK, so 我们现在还是在 lesson 2,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countable 就是数得到的名词，人、东西、地方和动物数得到，我们就叫做 countable nouns。 那如果数不到，我们就叫它 uncountable nouns, 数不到的。 OK, 我给的功课是这个，因为在这个数到数不到呢，我们先开始数得到，这些全部都数得到，这边八题都数得到。所以第一课我教的就是 a 和 n, a 是一个， n 也是一个，但是我们用 n, 因为呢我们要讲的那个人、东西、地方和动物呢是由母音开始，它的发音是母音 a e i o u, 所以如果它是 a e i o u 的话，我们就用 n 代表一个。如果它是consonant, consonant 就是非 A-E-I-O-U, 不是 A-E-I-O-U, 那我们就要用 a 来代表。所以我们很少跟人家讲 I have one book, I have one pen, 我们讲 I have a book, I have a pen。 所以这个 one 会去哪里呢？ one 我们用在数学啊，科学，英文版的数学科学，那我们就要很明确的一个就是 one, 我们就不用 a, 我们用 a 在语文。 OK,So, 这个是功课，你有没有做？然后你对吗？就是跟我对一下，跟我 check 一下。He is drinking a cup of tea. 首先，你看我画线的 C A K E S O F P, 那你就找 A E I O U 出来先。A 就是 N, E 也是 N, O 也是 N, 那其他的不是 A E I O U, 我们就用 a, OK?So he is drinking a cup of tea. 一杯 a cup, 不是 one cup. There is an ant on the table. Ant 是 A 带头， A E I O U 我们要用 ant, 也是讲一只蚂蚁。 Mr. Lin is a Thai man. K, 所以你要用 a, 它不是 A E I O U, 你就是要用 a. 所以一个善良的人，你不能够讲One kind man, no. We saw an elephant in the zoo. Elephant E, 所以 A-E-I-O-U, 一个的话我们用 N. So an elephant 是一只大象。They live in a small house, 一间小屋子。S 带头的嘛，它不是 A-E-I-O-U, 所以一间屋子我们用 N, 一间小小间的屋子。There is an owl on the tree. Owl 是 O, A E I O U, 我们要用 N. Alright, so an owl 就是一只猫头鹰，我们不讲 one owl, 我们讲 an owl. She has a friend in Singapore. Friend 是朋友， F 带头，所以我们用 a, 它不是 A E I O U. So a friend 就是一个朋友。My brother is drawing a picture.一个图画 ，picture 是 B 带头，它不是 A E I O U, 所以我们讲一个图画呢，一个图画我们讲 a picture, 不是 one picture, 所以这个就是功课，我之前给的功课，看一下你多少题对 ，OK, 跟我 check 一下。那今天我们到这一个 many 和 much, many 是多数得到 ，much 也是多，不过数不到。所以这边我列出来14个，数得到我们就写 many 多，数不到我们就用 much 也是多。所以 bags 书包数得到对吗？一个书包，两个书包，所以 many bags。 shoes 鞋子数得到嘛，所以 many shoes, 1, 2, 3, 4, 5, 这可以数的。 ink
一次水嘛，墨水数不到，所以 much ink 很多墨水。Ice， 我们不是讲冰块，我们讲冰。所以如果讲冰的话是数不到，我们不是讲一块一块的冰，那个是数得到的。所以 much ice 就是多冰。Many boys 多男生数得到。Many rats 多老鼠，老鼠是数得到的。Much sand 沙滩的沙是数不到的嘛，所以我们用 much 来代表数不到。Many houses 很多屋子，屋子是数得到。Much tea 茶喝数不到，所以就是用 much。Much food 食物是数不到的，所以是用 much 多食物。Many birds 多鸟，鸟数得到，所以要用 many。Many nurses 护士人数得到，所以很多护士呢，我们就讲 many nurses 不是 much nurses。Much oil 而是油，炒菜的油或者那种蒸车的油啊，机器的油，那个数不到，它像水一样的，所以我们用 much 来代表数不到，多油就是 much oil， 不是 many oil。Many rivers 很多河，河是数得到嘛？一条河、两条河、三条河，所以因为它数得到，当我要讲很多河，我就讲 many rivers， 我不能够讲 much rivers。这个是你的功课 ，OK， 你必须做然后呢我们就会讨论，我就会跟你讨论你的答案在下一个 video。Coffee 咖啡数得到吗？如果数得到，多咖啡。Many coffee 如果数得到，如果数不到，你应该讲 much coffee。所以你看一下 ，girls 女生 ，cows 牛 ，soup 汤数得到吗？数得到 ，many 代表多，数不到 ，much 代表多。Dust 灰尘数得到吗 ？Schools 数得到吗？学校 ，pens 笔数得到吗？数得到多你就写 many， 数不到多你就写 much。Cars 车数得到吗 ？Milk 牛奶数得到吗 ？Curry 咖喱数得到吗 ？Rice 我们吃的饭数得到吗 ？Students 学生数得到吗？数得到就是 many 代表多，数不到就是 much 代表多。Hotels 酒店数得到吗？数得到就写 many hotels 多酒店，数不到就是 much hotels， 看你怎样决定。Lions 狮子数得到吗？如果数得到就是 many， 数不到就是 much。 OK， 所以我的课到这里为止。所以我们是在这个 Dr. Lee's Method， 现在在温习复习38课，跟着我们以前的38天挑战。但是像我讲题目跟你买的这本书它的题目完全不一样。然后呢，我有开一个网课，11月2号到12月14号，总共七个星期的这个网课。在这个网课里面呢，我也是一样会做这个38课，不过我出的练习全部掺在一起，没有分一课一课的，全部掺的，所以它很挑战。那网课当然能够互动，也能够沟通。那有多余的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发问，我很乐意的解答你。 OK， 你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 Alright， 然后呢，如果你要参加这个课呢，31号10月是截止，所以最好现在就报名。 WhatsApp 给我报名019-7878-299，然后跟我报了名之后，在2号的这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见面。OK， 所以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然后记得 Like、Share 和 Subscribe。